在我当空姐的时候，我常常会有肌肤疲劳的困扰，所以看起来会比较暗淡，有点蜡黄的问题。其实呢，在那之前，我曾经考虑过注射美白针，直到我向专业药剂师寻求意见后，我找到了更好的方法，那就是 Whita Glo。我的朋友开始告诉我，我的肤色有变得更亮了，我的肌肤也感觉更光滑，看起来更有光泽。